你整咗三代 Dark Soul 嗰啲，即系咩 Demon Soul 嗰啲，你都唔系第一次整噶啦呢只 game， 你啲视点可以差到咁嘅咧？点解可以？即系你都唔系咁啊！啲视点可以咁核突嘅啫，真系喂大佬！我真系我咁样死我系唔服气嘅，即系 Dark Soul 三嗰啲死我系因为我自己技术问题，但系呢啲咁样死法我真系唔系好服气嘅，讲真。我差唔多有我差唔多有十次有四五次系因为我睇唔到嘢而死，系咪先？你自己话系咪啊？真系。妖你死开啦，契弟已经火滚啦，就喺左头左第。不过第一阶我基本上掌握咗好多啊！哇，咁样翻嚟七百几。呢把嘅攻击力系够嘅，其实唔关攻击，系时间心。其实真系唔关攻击事嘅，其实系技术问题啊。其实基本上，喂，爆击唔到，喂得，哇赚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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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下，依家又食又食又拎啊呢下真系。咩血之回响啊？行开啦，大佬，冇兴趣拎啊喂！喂啊，有史嚟打最，喂顶啊！我成唔记得要打两下要走。喂，有史嚟打最顺啲场啦喎，先。我一拔都拔中咗佢一下，大镬啦！屌呢下真系一级难避一下，我同你讲，唉，你老尾！即系当我缩流，哇！想引我过去，哇！呢下中咗一击死佢下真系，爱的泡泡，两下走，今次我醒水啊，中咩音啊？我呢下真系。哎！结果都系得翻十几支，结果系冇得改变。哎呀，碌大咗！点打呢？咩事啊？后边屙屎啊！得唔得？唔得唔得！如果真系想用伊芙琳咧，突然间有少少想有挂住伊芙琳啊！
哇，完全睇唔到，完全听声病嘢系。飞穿我啲血啊！救命啊！头先嗰个自残刀法嚟，系What the fuck? I can't see anything， 睇唔到嘢。好垃圾 game 呢只。佢都有數咁樣打。喂，我想拎翻把伊芙琳出嚟添。喂，等先，唔好再講啦。垃圾，一命爆機冇難度，輕輕鬆鬆啦。喂，多謝松鼠道理啊！大家點睇？大家點？我對於我一踢過點睇啊？我想問下你哋，係啦。一踢过关，完全冇死过。喂，其实第二阶原来等佢泼嗰下反而仲易打喎。佢泼落嚟嗰下咧，超级大眼值。我哋可以继续打玛丽亚女士，我哋装翻我哋扮完型之后，我哋都系装翻把伊芙琳先，冇讲咁多。啊，伊芙琳系我哋嘅生命。系一踢过关，唔好意思。想睇我死嘅朋友要令你哋失望，非常遗憾，一命爆机死咗唔计。